预盖380，好，可以的。49，对不对？380加49，感觉交完税，384加49，413，对吗？所以，我只有拿29点，那个20没有拿到，不，我是不是戳中对方的谎言？所以他20加9，我能给上49点，其实我拿29点而已嘛。哈哈哈哈哈！不，我玩的是特别版，所以你不用比你输了。